之前有一个柴犬帅哥，跟猫咪帅哥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要他是假的？那、啊、你不喜欢猫？你要他是吗？选一个，那个。你要他？这个小子在你家听听听听听听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有听的？你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你要薪水吧？听听。听呢。